也单身，也需要找女朋友。可是同行应该是并肩作战，所以我不选他。你非常非常委婉的拒绝了要求。哎呀，1983和岁月神偷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我也不选树理吧。好，岁月神偷是不是那位小朋友呢？请揭晓。我叫何一德，小名多多，我今年已经12岁了，而且我现在南京大学已经毕业了。What？ 他说什么？南京大学已经毕业了。我为什么叫岁月神偷呢？是因为我每一年都会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我1岁的时候就是经常出去就是徒步暴走。我下2岁才会走路的。1岁徒步暴走，是被人徒步就暴走了吧？2岁的时候就是攀登了南京的紫金山，3岁的时候我就在雪地里面裸跑，当时被别人拍了下来，所以说我现在有一个外号叫做裸跑弟。4岁的时候参加了国际帆船比赛，5岁的时候开飞机，当时就围绕着北京的野生动物园飞了一圈。6岁的时候就写自传，7岁的时候，我就连续3次穿越了新疆的死亡之海罗布泊。8岁的时候就考南京大学的自学考试。我当时专科选的是销售管理专业，本科学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业。有两门。9岁的时候呢，当时就是参加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赛，获得了3次冠军。10岁的时候，就是当时考自学考试，1年之内我就通过了20门课程。11岁的时候，就是大学毕业了。今年我是准备同时读硕士和博士。妈呀，蔷薇，早知道选名人堂了，咱们。我现在腿有点软，我哪怕选李翔也好呀。其实我觉得何一德，今天我没有想到你能来到我们的舞台，因为之前其实我知道你爸爸有来到过我们的舞台，那个时候他是英爸。我当时是6岁，他是14年来到这个舞台。对，当时就给我们讲了一些你的故事，然后我当时就跟你爸爸说，我说希望有一天你的儿子也能来到我们的舞台。真的是你吗？是的。今天爸爸来了吗？来了，他就在现场。哇，好久不见！14年来我们的一站到底的，好久不见，体型有变化呀。大家好，我是何烈胜。我因为训练孩子就像老鹰训练小鹰一样，所以说网上称为我鹰爸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多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医生呢就提醒我们。他可能是脑瘫，有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一个痴呆儿。我当时哎呀，反正想了这种就浑身哦，就发凉。这个我出了医院之后，因为我经营了一家企业，一家相对比较大的一个企业，后来我把企业的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了，我就按照医生的这个想法，每天给他进行早期的一个训练，要游泳、按摩。一些就是冷冻训练啊，也还有一些这种感统的一些训练，一执行就是12年。那么孩子呢，慢慢的真的是就恢复了。太不容易了。其实我觉得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在一起，能够陪伴孩子一同成长，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。多多在8岁的时候考南大，他吓得要命，当时我48岁，我说这样子吧，多多我们一起去考，陪他一同报名，一同学习，一同进考场，他坐在前面，我坐在后面。啊，真的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我相信你应该付出了很多。我在就是新生儿 NICU 里面曾经待过整整一年，那是我痛并快乐着的一年。但由此我也真的非常非常的钦佩你，作为一个父亲，作为这个家庭的主心骨，你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。谢谢你。你对面的这一位选手虽然年纪不大，但是有着辉煌的履历，最关键的是他们是一代又一代人来到了我们的一战到底的舞台之上。而且今天两位这局过后将会看看谁最终成为今天舞台上的冠军。祝你们两位都好运，何一德加油。打铃开始，一战到底马上回来，一战到底精彩继续。欢迎回来，一战到底世界名校宝典，好好看世界正在全国热卖当中。我们精选了5G世界名校争霸赛34位精英选手的求学故事，可以说是一本在手，留学无忧。大家非常期待的这才是题库早就在全国全线上市了啊！我们的8本书精选8大门类，8000道优质的题目，堪称答题界的天龙八部。从现在开始，请登录京东、当当、天猫、亚马逊进行订购吧。答题继续。中国唯一开车没有驾照只有荣誉驾驶证的是哪位科学家？这本驾驶证只用于他实验田到家的一个距离，这就是我们袁隆平院士。1665年，牛顿受疫情影响回家隔离18个月，发现了光的色散、万有引力和什么？是我在大学里面也学过的微积分。当气温升高的时候，声音在空中的传播速度会发生什么变化？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会随着气温的升高而变快。哪种温度的水灭火的效果最好？开水蒸发后可以吸热，所以说我选开水。请看视频题。视频中小黄人唱的是哪首歌？洗刷刷洗刷刷。这种水果叫什么名字？它是一种黄色的苹果，但是它的名字叫做黄香蕉。背媳妇儿跑是芬兰一项传统体育赛事，冠军可以获得和他媳妇儿体重相等的什么奖品？这个欧洲比较喜欢喝酒，啤酒。对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起初想建造在哪个城市，却遭到了民众的拒绝？我觉得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。答对。成语千金买骨中的骨是什么动物的骨头？千金买骨，用千金买的千里马的骨形容求贤若渴，是马。如果赵老师称自己的家乡位于甘肃省最东部，素有陇东粮仓的美誉，那么它来自哪座城市？它是中国的一座能源城市，青阳。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是姜姓吕氏，名字叫什么？他是姜姓名小白。魏文帝曹丕的郭皇后虽然名讳不详，但她的名字叫什么？书里面都叫她叫郭女王，其实她字女王。砂糖橘最初因为什么而得名？作为一个吃货，我来告诉你，砂糖橘最先产自肇庆市砂糖坑村，它是产地地名。如果一双鞋按现在统一标准的新鞋号是26码，那么其旧鞋号应该是多少码？新鞋号乘以二减去10是旧鞋码，26乘以二减去10是42码。脑洞题，如果你听到这句 You need to cry dear， 可能是谁在叫你？ You need to cry dear， 有你的快递员。
答对。喜羊羊与灰太狼中，灰太狼脸上的疤痕是由于做什么事情而受伤的？是被他太爷爷砍伤的，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羊群。原来你也看动画片。这只招财猫是公猫还是母猫？对了，招财猫是分公母。公猫招财，举右手。公猫。一站到底，马上回来。一站到底，精彩继续。欢迎回来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跟小敏的个人抖音号已经正式营业了，希望你们能够下载抖音 APP 来搜索李好小敏，并且关注，跟我们进行实时有趣的互动。接下来让我们答题继续。四大名著《西游记》中太父亲曾经走过的路，来到了一站到底的舞台。虽然今天啊，在最后这一轮的较量冠亚军之争里面没有夺得最后的冠军，你会心中拥有遗憾吗？我觉得还是有一些遗憾的吧。我觉得你还是非常厉害的，我也要向你学习。再见，再见。好，让我们恭喜汪蔷薇成为本场的冠军，恭喜你。你是觉得如果已经尽兴了就可以终止今天的比赛？我们都尊重你的任何选择。是，我其实是我们一站到底的老粉丝了，真的。在我就是还蛮久以前，我是特别特别特别喜欢邱夕言，这个又高，长得又帅，对哦，这个又是学法的，又是厦大的学法。只可惜邱夕言今天没有来，要不然你肯定选了，哪怕奖品掉一半你也选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今天我们把心中最好的掌声送给我们的，也把最好的蔷薇送给你，是我们舞台上最美丽的蔷薇花，祝福你的未来，祝福你的人生。